哦，等一下居然要打岩石系道馆，来复习一下岩石。岩石怕格斗、钢、水还有草，哎，太好了，水系屌虐。草系打出岩石啊！我都忘记他用草系的了。哦，这关要主考地形侦测，哎。如果我掉到坑洞里面的话，要重新挑战。好的。当手把震动的时候，那就是有事了。哦哟。咻，特效好帅。哦，想学弹跳吗？是不是格斗？啊，弹跳是飞行的，有机会让人陷入麻痹状态。再想要不要拔火那个第一招，多一招飞行可以用，不然头锤先说再见好了。超没用。聂宝直觉，往左边，左边走，才怪。会掉，会掉。哦！哎，公布答案了吗？哇，这么多！啊！也太多了吧！
噔噔噔噔。太多了吧？啊！干，这一个洞的欠扁来了，涅宝应 A 之术。这个数量就真的蛮夸张的啊！我靠，看不到路。结果躲了那么久，都是洞。太多了吧。大朋友，要往上走吗？太脏了啦，看不到啊！哦哦哦哦，靠北，我以为这是洞啊，我以为这是洞啊，看很难看嘞。哇靠，你怎么会有木属性的招？怎么到处都是洞啊！天哪，走右，走右。
哇！哦，那这陷阱是不是连成一线啊？太多了吧？你这边都是陷阱。哦，哎哎哎哎，过关！啊，眼睛好酸。呜，谜题揭晓，这个数量真的有点可怕，满满的恶意。这后面那是怎样？一整坨哎、欸。